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哇，我操！他斜着的，哪是斜着的？你自己钩子放着斜着的，有点勾到了，确定勾到了！我操，确定勾到了！感谢厦门孟婆，没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刚刚刚来这里，他那个了，还来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就说吃着怎么感觉钩子都歪了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勾到了，问题不大。响了一声了，响，勾到牙齿了，没事。牙齿不知道还吃不吃，不知道还吃不吃。看一下还有没有钱了？哎呦，就在这里，就在洞口了，还有机会，别太放进去了。来了，中了，稳了，我中了，哇塞，牛逼，中货，兄弟们，666，这口中哈，这口中，666，兄弟们，稳了，很稳啦，拿不拿得动啊？感觉已经很稳了，这一口已经很稳了，中了哈，继续又上货，666，直接帮我霸满屏，兄弟们，感谢安氏农民，能分享的帮你今天分享一波哈。疯狂打转，绝对大货！这一口你们自己看到那个地道怎么样？欢迎 Michael 啊！这哪里？哇塞！哇！牛逼！可以。嗯。你拉不动吗？你来试一下。大的！感谢何山呼唤。你站起来，你们尽量站起来，让老铁，让兄弟们看到上货呀！好的，我知道。现在还卡吗？不卡了吧？我还发力，还发力，这个现在不卡了吧，兄弟们？还卡吗？不是要用力拿好，这个你要会卸力，越大的货拿不了。感谢人生如梦，不卡了，好的，我站起来好像就不卡了。今天没有白来吧？没白来。拿吧，拉呀，用力了，拉呀，用力，我已经很用力了，我怕他能把下巴拉脱，别用力了，不卡了哈，等下脱了又怪你们。感谢青菜萝卜水岸，欢迎大家加入。在较量吗？是的，你看一下，在拔河，不知道谁能赢。货太大了，拿出来你们就知道了，拿出来就知道多大哈，你现在可能知道了，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墨迹啊，对啊，很多人都觉得是墨迹啊。网络好了，我站了。没事，可以啊，你就慢慢的那个，慢慢拉出来，慢慢拉就行了，你不用管我。对啊。拉不动了，问题是。牙签，快出来了，不行，他那绳子要拿我的钩，早就拿出来了。不是，你看一下货再说嘛，我们。真的非常大，非常大，肯定非常大了。我刚稳，这种你感觉有没有一斤半？稳稳的。他说一斤半稳稳的哈，到底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头有多大，看一下，这个，哇塞，兄弟们，这个不大吗？这个大呀，这个确实大呀，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，哇，漂亮，牛啊！谁来抓一下？抓下去，你抓呀，我抓不动啊，拖出来，妈呀，我抓的又卡了。老铁们都看不到，大不大？我自己看，我看没事，关了，可以放了。自己看大不大？你看，老铁们都看不到。